哇塞，超美的。今天天气超级好的，海拔66公尺，登山口圈，哇，其实还蛮酷的。走一下下就马上到了南火焰山，目前爬起来感觉都还 OK 啦，然后开始有制高点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就是空旷的 view， 还不错。然后这里有药箱哎，好奇有什么？哦，还有水。哦，好棒哦！哇，这个药箱里面有盐巴耶。哇天哪，优点这样子，哇，真的佛心哎。经过了一公里处啊，就开始会有一点点爬升，但是看起来那个斜度应该也不会太陡。我们现在来玩一个小小游戏，就是看谁是瞎拍的人。我们选了这个景，因为我发现就是有些人不会拍照，一样的景一样的相机，就是他还是拍不出那种感觉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来看看结果。有，我觉得我拍得很好。哦，看一下看一下。有啊，整个那个哎。凭良心讲，这张还不错。可以。这张瞎拍。没有，这张是。可是人家这一张就真的好看。嗯。它整个有延伸出去。对，看到那个整个。对。连线是由左下角延伸到右下角。有。哇塞，两个人很会平分。哦，这个也不错，而且你看他帮你脚。很长哎，这不小心拍你，你真的是有让我感觉到，就是原来女生有不会拍照的。我这张也拍得不错，好不好？我这张整个有把那个石头的那个近景跟远景从大到小延伸到后面去。讲个公道话 ，Winner is Alan。现在先去小峡谷观景台，对不对？那你在大小谷？大小谷。经过这一小段的人线，然后再往沿着路走，就可以去看大峡谷啦。会选哪一个呢？轻松，因为听说挑战也还好。大峡谷危险。好了，这边真的太漂亮了，所以不免俗来空拍一下。2.4K 观景台，对，哦，好漂亮哦，而且真的就像你讲的是每个点，超棒，拍到很痛，一个小插曲有录到哎，恭喜你，刚一个人在那边介绍，就是现在画面让你配你的画，一二三，哦，现在就是天空很湛蓝。跟那个田园相呼应照应，很弱哎、欸。田地跟房子小房子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我们来找那个队长来示范一下什么叫做口白加上美丽的景色。好，来哦。毕竟人家是讲师。来来来，
去去后面去注意听。好，来哦，来，大家看一下哈，刚刚我们经过了火焰山之后，来到一片整个全部大的平原哈。你看左前方有那些小河，整个延伸出去到那座山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哎，整个人生开阔了起来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看到没？讲得好好，不愧是卡内基的讲师。真的真的。耶！我要报名那个什么3天9万吗？啊、3万，怎样？你要抽6万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你还是适合比较属于那种，哎、欸，又冲补。来，再次。每个点。头发拍到很痛。好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边有奉茶的精神。那因为我们刚刚口很渴，对啊，水带不够多，对，好、哦，差点渴死了。有那个很好心的大哥，谢谢大哥，啊，不客气，非常好心，然后跟我们讲说茶在哪里，然后我们就觉得，哎、欸，其实这些人人手一杯茶，与山有结缘，然后我觉得杯茶上来的人真的很辛苦，谢谢，感恩杯茶的人，对啊，喝完水。然后走大概5分钟就可以到山脚点，标高602公尺，耶、yeah! 大家很像看到那个大峡谷比较爽哦，对对对对，好啦，这也不错，一个记录。然后我觉得风景真的是很优美，而且它有一个特别，就是它真的不是只有大峡谷，它其实很多场景都还蛮好看的。它只要沿路过来的小风景，沿着林线走都好漂亮、哦、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，这个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下次见哦，拜拜。